今天真的好开心啊！做咩要讲国语嘅？因为台湾的朋友找我们交个礼物啊！乜嘢系礼物啊？礼物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年，他是阔梅。新年新愿望啊！今年我哋嘅新年愿望咧，希望可以放开啲自己，识多啲朋友。所以我们就接受了王师兄弟的邀请，去交换礼物的计划。王师兄弟邀请我哋咧，就系呢个2021跨海新年礼物企划。我们呢就会从很多个创作者里面咧，抽这个天堂跟这个地狱的礼物。同时咧，我哋都会送我哋嘅礼物俾抽到我哋嘅创作者噶。没有错啦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要开一箱我们收到的天堂跟地狱礼物，还有说会送这个天堂礼物跟地狱礼物给谁呢？这期交换礼物的计划呢，有台湾的、香港呢、马来西亚啦、日本啦，很多很多人呐、你们也可以去看其他创作者的影片，看他们收到什么礼物噶。系我话，你哋而家睇紧呢条片嘅时候咧，我哋已经搞紧年宵啦，记得去呢度揾我哋啦。没错了，如果大家想看我们跟不同的地方的国家的人拍影片的话呢，你们就快一点订阅我们了。我们差很少了，就到500,000订阅了，差多少呢？差90,000的。还有呢，要记住看奎米的频道，还有他的新影片，订阅奎米，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。 做完这些东西，我们就马上看一看到底我们收到了什么天堂跟地狱礼物啦。 Go， 走，我们说走。走走，礼物到了，让我看一看是什么东西先。哇，好多箱啊！咁多箱嘅，什么东西来的？点解咁多箱嘅？不知道，我搬进去先。什么来的？不知道什么来的。好重啊！那现在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是谁给我们的礼物了。天堂跟地狱的礼物呢，分别就是呢，天堂呢就是10,000块台币，这是港币2500块左右了。及地狱呢就是这个100块的台币，就是25块的港币左右了。咁到底我哋身后嘅究竟系天堂定地狱礼物呢？我们看一看这个影片就知道了。一二，三元的棒，三元变大先生，对，谢谢。给你们天堂礼物的人是我们。吓到了吗？还好吧，还好，真的吗？还好吧。当时我们准备的东西是特别吧，很高级啊。对呀，高级的，然后应该你们也没有体验过的那个东西。对，应该你们想象很高级的东西的时候 ，LV 的包包之类的，那样的东西太普通嘛。谁知道？哎，这个没想到10,000块嘛，这样对，吓到，一定会吓到。所以我想你们比较看看嘛，啊，比较看看，对，这个跟普通的有哪样的差别吗？之类，我们也想知道的。原来，好，那期待你们那边。啊，天堂，天堂，啊，对，天堂。原来是三元 Japan 同埋专站送俾我哋嘅天堂礼物啊！没错啦，谢谢你们啦，谢谢谢谢，阿力多阿力多哥仔妈，阿力多。佢话咧，我哋会吓到，其实我哋未开箱已经俾人吓到啦。佢哋话咧呢份礼物咧系超高级噶，可以同普通嘅比较。咁到底呢份礼物系乜嘢咧？而家我哋即刻开箱。哇，看一看是什么东西？什么那么高级？什么东西那么高级？好了，究竟我们收到什么东西呢？听不听到？好像一些液体啊，液体的感觉，看一看。液体的感觉，液体。好、啊，什么东西来噶？用枕头俾我哋啊。酒床啊！哇！啊啊！酒。好像是酒来的，我们不喝酒的哦，三元啊，我们。惨啊！哎呀，为什么给酒我们嘅？我哋唔可以饮酒噶，我哋饮酒就会失去理智噶啦。哇、啊、全都是酒啊，会不会全部都是开刀盒啊？看看是不是全部都是同一个东西先。啊，全部都是啊，同一支吗？全都是，全部都是酒吗？啊啊，真的全部都一样的，同一个牌子啊，全都一样的，看到个顺丰了。哇 ！From 三元 Japan 天堂礼物，有不同的东西啦。真的、啊、有街的酒啊！啊，咩嚟噶？咩嚟噶？哇！到底系咩嚟嘅咧？啊！
好，我现在打开这个最后一个了。啊！我们已经全部开了，一共有12只这个玻璃瓶的，2只有壳的，还有这一个，我这个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，非常重的。三元真的好大手笔啊！真的，这里应该不止10000块台币吧？对，谢谢三元。谢谢。不如我们上网看一看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牌，那么高级？唔系啊 ，water 啊，水嚟噶。水，这个原来不是酒啊，是水来的。哦哦，最贵的水啊，他买咗啲高级嘅水，叫我哋用啲普通嘅水做比较，看有冇唔同。哦，原来不是酒啊，那么我就放心了。喝水不喝酒的，大家都有多喝一点水啊，知不知道？那我们呢就看一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好像他们所说，怎么 LV 都比不起啊？我查咗咧，呢一支水咧系要$33一支啊，即系256一支啊，港币256。一支，系啊，水来的喔，水来的，这里有12只，2×5=12，3000多块，已经比这个预算高了很多。还有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啊？那么这个牌子呢是首创名牌水的牌子，咁喺香港呢有得卖嘅，1200港币啊，哇，那么厉害，1200块的。水，三元发大财，两支三元去水归单之后就发财了，犀利！港币2400，很重啊。它是不极的山泉水嚟，不极红的家，我们客人进去，不极红，鼻子怂，鼻子怂的家。啊，这个那么重的又是什么啊？这个水咧系葡萄牙嚟嘅，哈尔希天然矿泉水，哈尔希。呢一箱咧要300蚊，18支。那么呢，我们终于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了，原来都是很名贵的水啊。那么现在不如我们来试一试看，看一看它们都在是不是那么好喝，是不是真的天堂的礼物？走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准备了2个杯子啊，一个杯子就是鸭仔啊，鸭仔呢就是喝这个普通的蒸馏水，你这个呢就是贝济红啊，当年是用来开这高级的水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倒出来。哇，听不听到啊？你这个瓶呢倒出来没有声音的，这个声音呢好像很喷空的声音，你看这个声音，这个就是有钱人喝水的时候要听到的声音。现在我们试客了，先客的这个先，普通的这个普通的鸭仔啊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味道，你不会不知道的。我觉得挺好饮吗？好，不错，好，噗噗噗。现在我们客这个256块的水了，你先。你一定不喜欢喝，即是你小时有没有试过舐那些门柄呢？门柄没有那种铁味的，没有那种铁味，还有没有那么顺，我觉得味道是不同的， 有一些、好像没有过滤过的水喉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不是吧，这支伊斯达矿泉水是来自丹麦的，2016年矿泉水品水大赛里面的金奖，它出名是高含氧量，它尾韵会有少少清甜的，试一下清甜的，我已经喝光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呢就去试另外一支了。哦，嗨嘿，矿泉水，打一个出来了，有没有什么来头啊？葡萄牙的水，这个水呢，它的简介是呢可以帮助人激增这个胶原蛋白啦，同埋骨络健康啦，同埋咧可以令到你肌肤回复弹性啦，牙齿、头发、指甲都会变靓。咁劲，所以佢就咁厉害。我先饮啊。哇，最后个味好咸哦，条脷好似包咗包书胶嘅感觉，真的。这个味道在个口里面咧留住啊，不会走的。现在讲嘢都会有个味道在里面喷出来啊。有冇靓到啊？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好漂亮啊！我觉得呢个好饮过上一个，但系呢个平啲。上一个咧就比较黏啊，这个就没有那么黏啊。比较顺口一点，上一个嗰个铁锈味太明显啦，同埋你饮落去咧唔够顺咯。佢呢一个咧虽然个鱼韵咧有阵咸味，但系佢顺好多咯。下一个，好了，我们现在呢就要试这个北京来的北极来的水啊，没有错啦，这一个水有什么来头呢？它就是从一个北极啊这个山上面掉下来的冰块啊做出来的水啊，所以非常的珍贵。这个玻璃瓶呢也是用非常的珍贵的木料做的，叫做水石，这个木头啊，北极的木啊，
啊，北极木嚟噶。对啊，还有这个水啊，你不喝都没有问题，它呢是非常的纯的水啊，所以呢有一个招财的作用，放在家里面呢可以招财，很多洋学家呢都会用它来呢招财的，所以呢一瓶我们喝，另外一瓶我会放在家里面招财，请帮我倒水。听听那个声音啊，那么清脆啊，真系咁劲，哇哇！你觉不觉得这个水啊，真的很纯啊？系啊，喝下去啦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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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进了这个喉咙啊。系啊，冇嗰种好大嘅铁锈味咯，完全冇铁锈味啦。还有很清凉的感觉，喝了进去之后，这里哇有个凉风走出来，所以哇这个水真的一流啊。好了，那么呢我们就喝了三个不同的名牌的贵水啊，非常之感谢善源跟这个尊赏呢给我们这么好喝的水啊。平时比好多钱买嘢呢都是会买名牌啊，或者买啲电器产品啦，冇想过原来水呢都咁重要，同埋贵水原来咁好饮啊。谢谢善源尊赏，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开完这个天堂礼物呢，现在我们就要开一个地狱礼物了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是谁寄给我们的呢？嗯，阿豪 TV 依摆嘅呢个地狱礼物咧，就系我送俾你哋噶啦。我同你讲，其实我觉得呢个真系唔系一个地狱礼物嚟嘅，你会用到呢个 bit 嘅。咚咚咚，嚓嚓嚓，咚咚咚，嚓嚓嚓，咚咚咚，嚓嚓嚓。你猜一下，用我呢个 bit 同嗰个礼物一齐结合一下。sorry， 我广东话就系咁样嘅半桶水。好啦，新年快乐，耶！新年快乐，彤彤！哇，原来会讲广东话，你讲到成条片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现在怎么办了？没错啦，那我们的地狱礼物嘞，就是马来西亚的彤彤给我们的，是什么东西嘞？喂，就是这份呐，打开看一看。咚咚咚哒哒哒。嗯，哇，是一个龙头啊！哇。这个我没见过喎，不如试下可以拉到几长？哇！拉啦！拉啦！咩？拉啦！好长啊！很好意头嘅东西，我最喜欢有意头啊！龙、头代表我可以成为 YouTube 的龙头。谢谢彤彤。谢谢彤彤。好，我们现在试一试，可不可以咚咚隆咚锵锵锵，咚咚隆咚锵锵锵。咁我就将彤彤嘅礼物放喺呢一度啦。好漂亮啊！小龙女啊，原来你就是哇！好，谢谢彤彤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呢就开了不同的天堂跟地狱礼物了，真的是非常好的体验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有送这个天堂地狱礼物给人的哦。彤彤，你给了这个地狱礼物，我们都有一个地狱礼物给回你啊，因为我们这么巧就抽回彤彤了。而另外呢，这个天堂的礼物呢，我们就是送给 Cody 的。而我们送的礼物呢，你们现在这个画面已经见到的了，快点去他们的 channel 看我们会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啦。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。咁呢条片咧就系我哋第一次咧去认识我哋嘅海外朋友啦，同佢哋合作拍影片嘅。唔知道大家咧中唔中我哋 channel 咧有咁样嘅合作影片咧？对我们来说啦，真的是个新尝试啊！感谢王师兄弟的邀请，多谢王师兄弟嘅邀请。大家也去看其他创作者送了什么天堂礼物跟地狱礼物给其他人啊，一起看开心。好了，如果你中意这个条影片的话，记得要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听。哇，原来这个水啊可以那么厉害，还有原来。这个龙可以拉那么长，千万不要忘记要 follow 我们的 Instagram， 还有呢要记得订阅我们 channel， 跟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就可以在这里按其他影片，还有在这里就可以订阅我，订阅会员呢就可以还有我无限优惠跟这个最爱跟住 Skull， 谢谢啦，拜。Yes Yes Show 做乜好，冇嘢做，不如睇下 YouTube 好冇 ？Yes Yes Show 做乜好，冇嘢做，记住订阅呢个 channel。辛苦晒你啦。都辛苦了字幕君了。